张大大直播真成疯子101了，网友质问张大大为什么不帮别人辟谣。我说你们名字都是三个字，你为什么不转发他的声明？你不是爱辟谣吗？你有功夫辟谣你自己，你就不能帮别人辟谣吗？都是三个字的好兄弟。你没有发声过吗？你没有替别人发声过吗？你为什么不能给他发声？他用口呼吸，你为什么不阻止他？口呼吸会让嘴巴变粗。所以呢？所以他用口呼吸，你为什么不阻止他？您可以发信息给他，您这么关心他，您可以提醒他嘛，是不是？好吧，爱他。他不会看我私信，但他一定会看你的私信。你告诉他，不要用嘴巴呼吸了。好，我尽量努力做到，谢谢。